准备做什么呀？西红柿。西红柿、胡萝卜、土豆、小排骨汤。下肉了啊。哦，其实，不用开了，先。啊，对，我这已经，我还没烫过呢。啊，还没烫过。青椒肉丝是那个只用靠着一个菜可以活一辈子的一个。儿子喜欢吃的火腿肠，各种用牙咬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独家秘方，没有这个我今天就做不了菜了。知道是啥吗？剁辣椒。好简单啊，成功了。这好小一份儿，好，大家只能意思一下。大姐，快来尝一下。我来尝一下。信心一下我，多点信心。尝一下。快来尝一下。很香啊。很香是不是？是的，很香。